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我是玩乐歌女，我来召集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来玩太空狼人杀喽，开始喽！这局狼人杀我是虾米嘞，虾米狼，哈，好狼哦，哎呦，认真做任务喽。哇，居然不是通讯中断，我居然把我的任务解完了，太夸张了。我跑远一点好不好？解除。监控室观景台。呀，我害怕。啊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一开尸体在厨房门口，然后那个后花园的时候是我跟工程师解的，然后三号在门口晃来晃去不解，对，三号在门口晃来晃去不解。储完水之后，六号在我前面，然后我跑到餐厅的时候，四号往左边跑，六号在你前面，可是你是六号，你最开始去电力室，然后去酒吧灌氧气。我不确定一号的任务条有没有动，然后三五金鱼姐有一个人没有拉，然后二号跟我在厨房做任务，我出来的时候五号走进去。所以你觉得是五号刀的五号自刀自爆吗？那现在五七嘛，五七两个可以选票。五号那样聊可能小丑，你自己判断一下。然后九号应该可以保我，然后我想踩十号。我想踩十号，十号应该定了。我们刚刚一直跟八号在那个阅览室，他没有到我，然后我们一起跑到那个餐厅，然后他就走另外一边，我走那边去解任务，就是这样子。六号的发言很好笑，就一直讲六号就是他自己呀、啊。啊，十号你什么都没有说呢。我不觉得五号是狼欸，因为只有刀了一个人他就按报告，而且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人踩他，他没有必要自刀自爆啊，所以我觉得五号应该是好人啊。然后他讲的刚刚没错，我是工程师，刚刚是我解下面的，上面应该是他解的。所以就是七号这样讲会让我有点想投七号欸。啊，如果三号在外面晃也有可能是小丑啦，不然我们要不要偷偷看七号嘞？我一开始进场的时候我所有的任务都不能做，灯都没亮，使用那边也都不能按，然后炸弹响了以后我才开始跳那个任务，然后我到那个后花园我第一个到了，我也没办法拉，所以看到五号进来拉我就在那边发呆，然后跑来跑去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嘛啊，应该不是他到了，因为他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好像差不多就拍尸体了，应该是这样啦。不对，我一开始阅览室核对卡片身份，核对完后花园炸弹响，二号从储物间的方向过来，五号就站在厨房门口，直接刀掉他，看到我他就拍死，所以五号是自刀自爆，要不要相信我？随便你们，票五就对了。所以四号是有看见五号刀人的。啊，我看，如果你跑过，我有看到你跑过来啊。但啊，如果我自刀的话，我就说你面刀就好了、啊。我真的没有踩五号，我只是报路线而已。你们这些人奇怪。那你是好人吗？如果说四号看到我面刀啊，我一定我自刀自爆，我一定说四号面刀啊。那分票就是四号直接划水。这样聊下去的话，我也只能先票十啊，因为太奇怪了，四号踩五号，五号不踩四号，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我看不懂。结束了这一局也太快了吧！看看你们这些狼人哈，恭喜小丑胜利。五号，为什么没有人要相信我？为什么？有啊，有人相信你呀、啊，票蛮多的呢。太棒了啦，没办法，我发言很好啊。还好，真的还好。五号真的很还好，好不好？对，那你为什么要按报告呢？没道理呀、啊。因为旁边有人啊。哦，不是，我刚本来要刀一个，可是七，如果我刀四号，七号一定会回头啊。
所以我就。我不知道五花怎么不是啊，因为我看到你在旁边，我就是、哦、就是要双刀了啊！那边就两个，没默契啦，没默契。不是，还有是三个，还有一个七号哦。好啦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的歌女喽，我们下一局见喽，拜拜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